问一下你们对熊猫有多少了解？君你好，你能听清吗？我能听见。啊，你汉语很好，学了多长时间了？我学呀，6个月了。6个月已对经的。很不错了。考了汉语水平考试了吗？我还没去考试，我觉没去。得什么时候我能，跟中国人聊天很容易接受我去考试。很舒服，很流畅就去考试。对。现在聊的时候还在想，所以先不去考试，是吧？是。现在你应该能考到 HSK 三或者四的水平了，对，差不多。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那你知道中国的大熊猫吗？你见过熊猫吗？我去大中国熊猫，但是你见过吗？我没见过过，我只见过电视、电脑。在电视和电脑上见过是吧？那你什么时候打算来中国跟熊猫见个面呢？觉得，明年，啊，明年可以啊。那明年你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告诉老师，然后老师可以带你去看熊猫。北京有熊猫，北京动物园有熊猫，老师去看了，熊猫。熊猫了吗？对呀，老师去看了，但是不能抱它，不能抱它啊，因为。在四川那边有人，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抱它，但是你要穿那个雨衣，然后消毒才可以。好，可以，那我们开始上课，谢谢你，陈同学。好，